现在你这个做完一个疗程以后，现在有什么变化吗？在哪方面这的变个化？原来走路是 S 型，原来走路 S 型，往前冲，往前冲。现在呢，慢一点，不要紧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语言，本来是这个发音啊不准，吐字不清，那么现在呢可以好一点，能听懂。能听懂。这个睡眠，原来我睡眠做噩梦。现在睡眠好像是没有了，还有这个抖，伸肉在跳，在不定时的跳，那么现在这个跳好了，没有了，一跳啊，这个心慌，心跳入嘴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这些症状都有改善是吧？你现在喝水好没好一些？喝水以前什么情况？喝水呛吗？呛，吃饭稀饭都要呛的。现在呢？现在好，现在好一点，不怎么呛了，是吧？走路比以前稳了，现在。我现在走慢，原来慢不起来。现已经拱，往前窜。以前就感觉就是说身体不稳，就一直迈大步往前走。现在就是说走路能稳一些。能慢一点。能慢一点了。行，你下来走一走吧，咱看一看你什么情况。往出走吧，把门拉开。来，沿着地下的直线走。好，走过来。好，转身再走过去。走过去吧。好，走过来吧。以前走路的速度比这个快吗？比这快，往前冲。就感觉一直身体往前倾着呀，站不稳。S 型。S 型是吧？好，你稍微往后退一下，退一退。退好像。好，站住吧，把眼睛闭上，两只手平举，屋里走吧，再走到屋里。坐这吧。现在咱们做的以前那个指鼻子那个，看一看怎么对，看一看手放着手掌点一下手掌，点一下鼻子，心里鼻子，点手掌点鼻子，这样对，好，把眼睛闭上点。好，换一只手。
左手不行了。但比以前也好点。嗯，好，可以了。